其实我这次来见庄先生，也是受萧老前辈嘱托。真的？哈，他终于肯和我联络了。他让你来找我，可有什么话要说吗？ 怎么了？他死了。回去之前有空去见见周慕寒，告诉他我的死讯。我一定会去的。你说死了还能见到他们吗？ 死的，萧前辈走的还算安详。他这一生活得很凄凉，是因他杀人太多，才有了这般下场。如今世道，本就是杀人放火金腰带。范大人，你可不能做这样的人。 你能写这样的诗集，不该是凡间的浊物啊！老夫不忍心看到这些绝句蒙尘。晚辈答应庄先生，绝不做那样的人。好，好。